来玩这款游戏，全名高尔夫。好吧，这首页部分。目前因为是海外版嘛，所以没有中文啦。我们看，先找距离啊。啊，这里好了，然后我们就要往下拉，来吧，来一个超强的，哦，哇，哇，就刚刚好在中央哎，这够大力吧？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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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好，莱恩小熊，爆发式输出啊！名称啊，打出中文吧，中文打出来了，未来有机会中文版配对了。玩法算是很简单的，反正打高尔夫嘛。这里图片。诶，跳舞，这是小推土。好，这是对手。Great shot. 哇，他打那么大力啊！这个位置好了，这样子哎，会不会？哦，还是一样哎，打过头了。那好像也还好。哦，我打这个距离还算是 OK 的啊。43%，你大概看一下他的力道用多少好了，50%，51%，这趴数等于是大概要了解一下，因为他关乎力道嘛。哎，奇怪，我刚刚那是莱恩吗？怎么变这一只？还是我一开始就认错了？稍微歪一点。可以跳过。啊，不行，因为他们是那个嘛，配对玩家嘛，是不是？搞不好是电脑。哎，这是我操作的吗？还是怎样？我刚不小心滑个萤幕，哎，这个是电，这是玩家吧？进，没进了。啊，这是我的、啊。是吧？所以他是队伍的啦，就是队伍轮着打嘛，轮着交替，反正我打赢了就对了。赢就是赢啊！
不过打一场要花很多时间了。好，登录。来看一下这边语言，这韩文跟英文，好，所以这一只哦，我们可以换的。好了，我们换紫色的莱恩了。再让我挥一棒就好了，啊，再挥一棒，再让我挥一棒就行了，差不多都结束游玩了。好，我打一个超远的，110%，啊，被我打歪啦，丢！OB 呀、啊，再出来，我们看还有什么模式好了。哎、欸，好像没了哎、欸，模式大概是这样啊，它主要就是有一些地图场景啊，然后因全球对战吧，我猜。好啦，野莱恩作为我最后的 Andy。嗯，啊，随便啦，来，我想挥这一棒就对了。你看我抓的多准啊！其实它刚好是一秒，它在右边的时候再回来是一秒，所以大概抓的都是这样子在抓的，完全不是靠你的动态视力啊！你大概是要算一下秒数，是0.5秒吗？还是一秒？好了，反正就是大概是这样。好，那游戏就玩到这里咯，大家拜拜。